这孩子性价比太高了啊！不行，神经都没有挨过。我在我们的聊天记录里面说说完。棒！好，这把刷出了超级战役，这把他又开始犯傻了。你早晚安排人弄死我！哎呦我操！惊涛怒！这个东西哎，非常的危险。哎，哎，我没死，剩52连血，漂亮，最后一个大金。全村的希望，最后一个大金未上，开始救援了啊！这个怪肯定没了，拜拜。起来的人啊，都出宝宝。起来的人都出宝宝啊！我要开始拉人了。没有大金了啊！希望怪物变成傻的。能回来的人都出宝宝，猎食 OK， 这回和猎食舒服，这回平砍舒服，女儿孙能出来宝宝 ，OK。这回合的话，继续女人村有药的话，给我宝宝先吃点大金。有药的话，给我宝宝吃个大金啊！我又开始拉人了，孩子马上就废废了，能拉人的时候多拉点人。起来的人就吃宝宝啊！出宝宝，好，女人村楚楚可怜 ，OK， 这样的话感觉有点安全感，一万血。上回合的操作没有浪费，宝宝是鬼魂，下回合还能站起来，没毛病。再猎食 ，OK， 他也出来宝宝，打我156点血没死，还有连击，连击还不死，下回合还能钻月试一下。好，我继续拉人，有大金的话就给我孩子吃大金。大唐太能抢戏啊，换一个啊，这细节掌控的真好，大家都没血了。怪是被气死的 ，OK。神木林起来抽他，神木林起来出完宝宝开始抽他啊！哎呦我去，须弥能秒得到，神木林开抽啊，神木林开抽，黄昏咒真舒服。哎，这时候应该出地星了，妈的。神木林开抽，好，须弥能秒得动。好，大唐官府又开始无限30连血啊！大唐官府只要有一个单位在，就能一直吃，甭管吃啥，反正就是一直吃。把主杀了，现在问题是我可能打不了主怪。我拉神木林，神木林又开始抽啊！神木林开始抽，听话，神木林开抽，别防御了，别猥琐了，干吧！对着左边的弱点抽。我有法宠，但是我法宠一出来，他妈，我感觉我们队伍就要灭了。我猎食能打1400血，反正也还行吧啊。神木林开抽，神木林开抽。神木林开抽，神木林开抽，抽抽抽抽抽抽。我没有腾雷吗？啥是腾雷？你是门派玩算了？
神木林开抽，我操！别加血了，哥。什么林开抽？什么林开抽？什么林开抽？抽啊，红啊，红神木林打左边啊，红色怪。这孩子抗性好的还好，好啊，虚弥秒的还是比较疼。大哥有个防御，有个加血。这回有孩子了，坤炸一下差不多了，但是坤炸完咱们就没有拉人的了。神木林在吗？啊，秒左边的怪，我操！这大哥为了个金窗。那个，这孩子都他妈快忙死了，你说你哥俩还他妈在这添乱。这个挂星月智慧，这个是先防御，防御了一会儿又他妈吃了个金疮。我的孩子不会点灯，完了，这下完事有点 BBQ 啊，我觉得啊。下回哥孩子给我点一下灯行。这高级鬼魂的东西真不白给，32回合了，等会儿他妈整个7.0元。神木林啊，等下秒。啊，这孩子先给自己加加血吧。大唐会剑斩吗？拉上面的我没拦了。剑斩，斩，剑斩会吗 ？OK。你想要几点零元？好，大唐，大唐准备剑斩吧！啊，我来个多元试啊，我先拉起自己，重新组织进攻。这凌波城主要他有面伤，有时候会比较烦。啊，应该是我死不了。孩子下回合可以有一回合给自己加血。大唐剑斩啊！
孩子用宝贵的一个九转给自己换一个加八百血的机会，再拖延一回合啊！来看能不能配上速，凌波城，凌波城别乱打，凌波城别乱打，凌波城垃圾。剑斩来了，剑斩苍穹啊！爆，好像不太行，血不多呀啊！这也太他妈的难了啊！这孩子拉了多少次人？有人数吗？孩子拉女儿不就能吃大金？啊，来报数报数报数！谁有大金？我还有一个。好，等一下啊，大金都给我啊，孩子用。算了，孩子还是这回合先加回血，人活着孩子先加个血吧，先稳一稳，1800血。孩子蓝用不完，孩子的蓝是永动机，他有冥思会跟上。猎食，求你猎食啊！好，1800，漂亮，又他妈惊涛怒，这玩意儿速度真慢，这不比武神丹好看。这比封印蚩尤反正是难多了，又活了，最后一个不行了，不行了啊！人可以死，但是孩子不能飞。兄弟们能过吗？这轮？我输出也没有用呀，就是简单的说，我输出完以后也是灭队，因为必须得起三个人以上才行，他俩是连体的。我现在啊，先把孩子啥也不干，给孩子加满血，操！兄弟们直接防御就行了啊！来吧，摊牌了，不装了，我去他妈的，看你打得多，我加得多，滚你妈的！我他妈竟然跟一个 NPC 结下了梁子，我看你打得多还是我加得多，我他妈也不拉人了，现在啊，我不就不信你每回合都无限破血，我现在还841点血，好像是他打得多，我操，他打得多。当我觉得我没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会出坤。孩子神用，孩子神用，孩子不神我就出坤了啊！略略，擦 ，OK。最后一回合，我们不一样，去你妈的 BBQ， 拜拜，傻屌 NPC 滚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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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还能跑吗？我要给大家发钱了啊！好，这个鬼魂起来的真好，这个怪回头我再来找他们报仇，下次再见兄弟们，回头给你们报仇。